已经知道圆 C 跟圆上一点 P， 求过 P 点而且跟圆 C 相切的直线方程式。好，那我们画一个圆，再画一条直线，虽然圆不太像圆。来，圆心是最重要的，半径也很重要。那因为他要讲嘛，他相切啦，所以我的直线就直接画垂直。OK， 在圆上的这一点 P。所以题目有的数据我都写进去了，有没有？圆心、半径、P 点相切，是不是就在我的图里面？所以整个图就长这个样子。好，再来，他要求的就是直线方程式。好，假设我要求直线方程式，我需要什么？第一个斜率，第二个点，点我已经有啦 ，P 点。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求斜率。那斜率从哪里来？相切，对不对？来，这是圆心，然后这里来个 Q 好了。因为直线跟圆相切，所以我可以知道 OP 跟 PQ 是垂直的，所以它们的斜率相乘要等于负一。OK， 那 OP 是知道的，所以 OP 这个斜率是可以求的。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推出 PQ 的斜率？那我这个斜率就有了，再加上这个点，我是不是就可以求直线方程式？好，所以我的题目架构长这样。来，出发。第一个，先求OP 的斜率，来4减0负3减0，所以斜率叫4分之负3。好，然后呢 OP 的斜率4分之负3乘上我们要求的 PQ 的斜率，我就写 M 就好了，等于负1，所以我们的 M 的斜率就是4分之3。有了斜率，再加上这个点，来点斜式，所以 y 减掉负3等于斜率三分之四乘上括号 x 减4，乘一下吧，3y 加9等于 4x 减16，整理整理，所以我得到我的直线叫做 4x 减 3y 减25等于0。好，那当然有同学说为什么要这么麻烦，因为这是从基本定义下去做的。好，所以你只要这个基本定义，其实之后的其他题目，譬如说圆外一点，也都是这个概念。那当然啦，有人就会说何必这么辛苦，好，他想带公式， OK 的，我们也来带一下。我们的原本圆的方程式在这里，x 平方加 y 平方等于25，这时候呢就请你把 x 平方拆开变成 x 乘 x，y 呢就拆开变成 y 乘 y， 其他照写。好，所以如果说今天我的题目是 x 加1括号平方，这样，好，那我拆开的时候就是 x 加1乘 x 加1哦，然后 y 的话还是 y 乘 y， 好不好？平方向拆开成两个相乘。好，然后嘞，把圆上那一点扔进去。圆上那一点是4负3，所以 x 就一个带 4，y 一个带负3，剩下的 x 还是 x，y 还是 y， 常数还是常数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答案。4x 减 3y 减25等于0，你看是不是一样？好，所以公式也好，基本定义也好，那你就是去掌握你熟悉的原则，好吗？